好的，欢迎收看地球黄金线的特别企划，我们要做的是一个购车的实境秀。现在这边是高雄哦，炎炎夏日呢，必须要有一个属于在地的女神。这部在地女神呢，说是在地，但其实她是韩国人，是我们台钢雄鹰最强外挂安智萱。那这个有点小麻烦哦，因为她的中文程度有限，其实我现在讲什么她也不知道。那他现在如果在笑的话，一定是假笑，因为他不会知道我在讲什么的。但我后面有翻译啦，啊，翻译叫什么名字？我是 Sharon。Sharon。OK， 你好，你好。对，所以我在讲话其实都是跟 Sharon 在讲。啊，问安智萱，就是平常在韩国有开车吗？평소에제가면허증은있는데차가없어요그래서운전을아직해본적이없는데제가대만에오면서조금차에관심을가져가지고운전을하고싶다라는생각을좀했습니다他有驾照但是不敢开，对不对？他有驾照但是不敢开，对不对？其实我听不懂，我是看脚本的。你翻译给他听。在韩国有驾照，但是因为没有车，所以没有开过车。然后可是因为来台湾之后，他对车越来越关心，所以最近有想要买车。啊，如果要买车，会想要买哪一种类型的车？因为车分很多种。만약에차를사려면어떤차를타고싶어요저는일단높은차 SUV 높은차타고싶고조금넓은차哦，我听懂了，他喜欢修旅车，对不对？对，记忆力很好。他喜欢高的车跟宽的车。高的宽的。对，啊，那就是要修旅车啊，大台的。SUV。왜냐면제가골프차가지고골프백에들어갈수있는큰차可以在车子里面打棒球。打高尔夫。因为他比这个动作很像棒球。골프对，골프。他打高尔夫球跟打棒球的动作很像，那排球怎么比？屁股。屁股。屁股。那篮球？농구。농구。哎。농구이렇게。OK。足球。football。축구。야구。Kia 这个车是韩国的品牌。Kia。韩国最好的车。한국에되게많아요 Kia 자동차。台湾人也很多人喜欢 Kia 的车。저도이제차에관심을가지면서어쨌든한국이게브랜드다보니까좀이게처음제가그차매장을처음가봐요새차도처음타봐你跟他说他喜欢车，哥可以买给他。对，真的吗？不，他这个时候就会讲中文了。他刚刚一句都不会，这个时候突然会中文了。갑자기중국어라네나국어이러면서바로那你问一下这部车坐起来的感觉？이차는어때요？이차타보니까일단여기수납이밑에이렇게넣을수가있어요。可以放包包这边。有一个置物空间。수납돼있고보통은이런엉뜨같은이런거가다이런손잡이쪽에있는데한쪽에몰려있으니까뭔가좀인테리어가조금그러니까뭐지디자인이되게깔끔하고좋은것같아요对，这里放包包或者放高跟鞋或者啊其他的衣物呢，其实是蛮方便的。그리고이제앞에이런이런뭐였죠이거뭐라해야돼스크린이라해야되나이런게원래보통은나눠져있는데한개로돼있으니까보기편하고그리고아까전에보니까막후방이런게뒷면이런거볼때도다이렇게화면에뭔가카메라처럼다보여가지고좋은것같아요我听懂一个字，카메라。카메라。그리고또제가제일좋았던거는이거시트이시트가보통은가죽시트로많이되어있는데여기는되게앉으면소파앉은것처럼되게편안함이있어요你教他哦怎么让中文快速进步，就是交一个台湾的男朋友。台湾남자친구생기면중국어많이들어요아진짜요很快就会变很好。소개해주세요你跟他说张立东。张立东啊。张立东。对，因为他跟懒懒分手了。그래요형이랑친구가왔다할때뵀던분그남자좋아你知他知道란란吗란란알지란란알아요他知道啊如果他有兴趣的话我再安排아알아요知道아知道잘한다좋아그러니까이게남그냥친구朋友男朋友
말고 친구 朋友. 어, 他说他太轻浮了. 朋友, 그냥 朋友, 朋友 소개해주세요. 어, 不要 남朋友, 朋友, 朋友, 朋友会. 不要 남朋友, 不要 남朋友. 我怎么知道你都每次都被打枪? 他喜欢的类型, 如果要讲一个韩国明星的话, 看他喜欢哪种类型. 좋아하는 스타일. 연예인은 없고 이, 웃는 거 예쁜 사람이랑. 응, 재밌는 사람. 他喜欢金秀贤吗? 김수현은 어때? 어, 김수현 너무 좋죠. 他说他没有在看，他讲他又说，他讲话都矛盾。 他来录11点热炒店那一集的那个率很高。 大概是我们这两年来最好的. 아, 진짜요? 很多人看. 와, 그러면은 다음에 또 불러주세요. 因为你看不懂中文，他如果看得懂中文，你就知道下面的人留言都说很喜欢他。 다음에 조금 더 공부를 해가지고 나가도록 하겠습니다. 지금 적응기. 一个交男朋友啦，一个多看台湾的节目啊，那进步的速度也很快。 그러니까 예능 많이 볼게요. 就是对的. 근데 이게 너무 말이 빨라가지고 어려워요. 예능은 약간 막 엄청 빨리빨리 말을 하니까. 那他跟拉拉队的队员怎么沟通? 제 동료들은 그냥 단어 단어 조금씩. 그리고 동료들 중에 한국을 되게 좋아해서 한국어 공부를 하는 친구들이 꽤 있어서 윙스타즈 애들은 그래서 소통이 조금 돼요. 지금 해봐요. 그 타이강 쇼잉 회잉. 타이강 쇼잉. 회잉. 회잉. 이기자 오늘. 惠英，惠英，哦，台钢雄鹰惠英，我以为台钢雄鹰有一个拉队叫惠英呢。好，跟安志娟呢很多话要聊，在车内没那么方便，干脆直接喝咖啡。我们有一个很厉害喝咖啡的地方，跟车子有关的。 지금? 네. 진짜요? 오, 我 tea.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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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喝酒. 喝酒啊，我喜欢。 OK, 下车。 下次。 도착。 喝咖啡。 哦, 咖啡。 这里。 OK, 哦。 哦。 哇。 麻烦你, 我想要一杯热的铺列白。 好, 稍等一下, 现在帮你做。 谢谢。 熟悉的星巴克咖啡。 但, 旁边为什么会是 Kia 的 logo 呢? 锵锵，还有季节性的商品，通通也有哦。这是目前最新的系列，对，它是现在跟店家一样的季节性商品。所以我们在外面星巴克看到什么，在这里也看到。对，之后如果星巴克有出新的，我们也会做更新。这个是不是很赞？我从台北在高铁的时候就买了星巴克咖啡，然后如果我知道 Kia 现在的展间竟然也有了哈，我就不用花那个冤枉钱了呀。我们现在在高雄的民主展示中心。 你有看到，既然提供了星巴克的咖啡服务，我觉得这对于所有车主来说，又觉得那个服务提升又加分了吧？而且你看这整个有没有一种很舒服的空间感？江江，哦，旁边好多人啊！嗨，大家好！你们来到这个新的展间，有没有觉得很不一样？有，都是觉得比较加分，对不对？ 哦，竖起大拇指，这样就对了，因为你看到整个展间多了很多这种木头的元素，好像比以前要舒服很多哈，很舒服，而且我看你们每个人坐在沙发上都超放松的，就没有以前那种客休室啊，比较商务那种感觉。我觉得现在你看，每个人都会觉得，哎，我有一个独享的咖啡时光，在我车子维修保养的时候，是不是很放松？ 对，而且我也觉得很羡慕。然后来，来这边你的布列白，谢谢。我这边基本附上我们的白那个砂糖，如果说今天想要风味糖浆的话，我们这边也都有提供。好，你要特别受训吗？因为这个咖啡服务，我们一定会有受星巴克的受训，因为我们要提供跟星巴克店家一致的服务，所以我们不能够太随性。啊，对。但是客人是不是都特别喜欢？ 嗯，几乎来都会点，<笑>怎么可能不点？不点白不点，是不是 ？Kia 现在提供星巴克这一件事情，我觉得真的很赞。嗯，谢谢，，我要来享受啦。 OMG OMG OMG， 你会吗 ？OMG OMG OMG OMG， 所以我有这个动作，哎，我怎么听到熟悉的声 ？OMG OMG OMG，
我刚讲的咖啡厅其实就是汽车的展示中心。玉林哥，我每次只要跟妹哦聊得正开心呢，教官就会出现。不是，你声音要小一点。哎、欸，你要是小一点，我就不会发现。像不像小三啊？被原配抓到。我来祝福你了。你怎么知道你太太都要委任？他听得懂吗？我今天长得差评不好。啊，好嘞，啊，我们얘기하고있어서어오늘커플커플안돼안돼안돼요안돼요你也会讲韩文啊？听得懂一点。为什么你也会？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哇，厉害！为什么你也会这个？因为韩剧看多了。他会韩文，因为他都看韩剧。Drama。OK， 怎么刚好也来这里？因为你没有发现这个展间焕然一新吗？还是这个问题是你想问我的？你才想问我说怎么会来这里？我跟你讲。对啊，因为全新。你也知道我去过无数个展间，对不对？能够让我觉得 OMG 的，那一定是够 OMG。对啊，你看他这个装潢啊。这种都是玉林哥，你真的很会抓重点。嗯，因为你现在看到这间木头，真的就是重点的重点，亮光的那种木质，然后很温暖的颜色嘛，对不对？然后再加上没有那种冰冷的感觉，对对对。然后车子也不会放得很拥挤，然后空间都让出来。哇，你看他们今天展现好热闹。对呀，看一下他们都是民众来赏车，这种超多人都有没有西家带眷？来来来，对，那是我高雄的亲戚。高雄了，他讲我高雄的亲戚。高雄的朋友，大家好。高雄卡住底嘞。哦，高雄了，我一样。高雄卡住底，可以啊。而且最难能可贵，星巴克，对呀、啊。把星巴克搞来展间，这真的是哦，手笔真的太大了。而且我觉得很有诚意啊，哈。我就好奇，因为之轩小安，他在韩国有进过汽车展间吗？한국에서는이런차차전시장에가봤냐어처음이에요처음第一次第一次他有驾照，但是没有开过车，厉害了吧？你们刚刚有去开车吗？刚刚我载他，我就聊说在韩国有没有开车啊？他有驾照，但是没开车。那我已经答应他了，他人生的第一台车就是我会买给他，但这一段不可以让我老婆看到。他大声的，大哥哥。亚苏 ，OK 的。注意，高速了，你跟他说哥。地球的朋友跟地球地震的观众都见证。他有话要跟你说，你说。很多钱。我没有钱。开玩笑的啦。我要。你要哪一台？你喜欢哪一台？白色喜欢。白色喜欢。白色是 E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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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给我做 No problem。我跟你讲啊，因为刚刚我是用 EV6 载他，那 EV6 他已经赞不绝口了。我刚刚呢，在你们来之前，我才刚打开一个新闻的最新的消息。该不会是柯文哲的新闻吧？因为我们录影当天，大家全国都在关注柯文哲，对。但是呢，但你不关心这个事。热腾腾的消息，你知道他们又得奖。一直得奖 ，Kia 得奖，对，而且是 EV9， 就是你看到 EV6 对不对 ？EV6 今年 EV9 不是在美国，他们跟我消费者报告，他有拿奖，然后 EV9 后面那一台，你跟他讲 EV9 得奖了，又得奖，唱了爸爸。唱呢，跟着换，小安真的好聪明，没有，两台都要了，干脆直上直下。EV9 是不是比较贵？当然啊，那我还要多花钱。当家旗舰啊，玉林哥，以你的康长，要给就给最好的。OK， 那有什么问题？对，因为你刚刚要拿到那个 Newsweek 最佳创新设计跟最佳创新，你翻不出来的吧？崔信，我跟你讲，有的那种专业术语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哈，很难翻。但是你可以跟他说，年度风云车，也是 EV9， 一包年度EV9， EV9， 那就带我们来顺便哦，因为如果花钱的人哦，也总要知道钱花的有没有价值。哦，那我们就来看车。来，哇。喜欢白色。刚刚好没有办法仔细看我载他的那台车的外观，利用这个机会呢仔细看。对呀 ，EV6， 这就是刚刚我们坐的那台车，有没有？
好不好看？漂亮。白色的你喜欢？我喜欢。还喜欢什么颜色？蓝色。我们两个在靠不起来。蓝色我喜欢。CP 色。蓝色。对。CP 色。CP 色。你不觉得你们身上都是这种线条？嗯。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线条。嗯。有没有很好看？哦、这个日行的。哦。有天祥子、嗯、我觉得 EB6 推出其实也一段时间、嗯、我每次看到他的头灯还有等一下看到我的，我都觉得他实在是很难让人忘记。喜欢喜欢，我喜欢。 OK 没问题的。没问题。他现在天哪，你怎么没到？很多钱，是的，没有钱。我有钱，没有钱，那是后面的事情。没有钱。现在这个时候要讲很有钱。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可能会让你喜欢的，除了白色，除了这个漂亮的灯，你看它有没有很跑车？嗯。大家都觉得说它还是那种 SUV 的选项，可是我觉得你看它的车头。整个那种宽有的感觉，然后车的那种流线的线条，对，我觉得都还比较接近于电动跑车的。所以这个也是那 GT Line， 对 ，GT Line，所以看起来就是有那个跑格在，对，帅帅的 GT Line，然后再加上你看它标配就是20寸的螺旋。而且它那个黑白配哦，它搭配这种比较高亮度的啊黑色的透视镜的烤漆哦，看起来就很吸睛。没错，而且你看哦，车长这样大概4.7米左右。我觉得如果是一般开车的朋友，不会觉得负担太大的尺码。可是轴距非常大。你看，对，这前后轮我们都知道吗？电动车，前轮最往前，尽量往四边，它使得它轴距有2900米。哇，那算是这个内部空间很宽敞。你们刚刚是不是有坐同？有，对，但是我们刚刚都坐前座，还没有机会坐后座，对呀、啊。哇，是宽的，对不对？这个人上去哦，其实空间是那个余裕是非常多的。你会想坐坐看？你坐看看。像他腿是长的哦。一般的车很容易就顶到前面，你看它距离这个前座还是标准的位置哦，还非常多。你看这里，喜欢喜欢，非常多，因为上车那个开心，的那种感觉，而且座椅的质感也非常好，弹性很 Q。我说，你看空间离它的膝盖还有好几个拳头。다리가근데되게난많이남고그리고옆에공간도엄청넓어요再加上轴距的那个创造出来的优势非常明显。而且它刚刚就自由移动啊，因为就是完全平整的玻璃。약간디자인이되게예쁜것같고EV 조랑조금다르게조금날렵하게디자인이좀예뻐서여성분들이진짜선호할것같아요이건여성분들이할것같고저 EV 조는약간난선이좀선호할좋아할것같아요喜欢이거예쁘다很棒很棒然后长到漂亮来我们往后踩来看后面看后面对他好可爱啊他对于喜欢的东西还是说我想要留在这你看这个尾灯굉장히예쁘게빠졌구나漂亮漂亮漂亮贯穿式对디테일이엄청살아있어现在最主流的贯穿式尾灯现在尾灯不贯穿哦都过时了对好这样是不得罪很多车因为很多车还是一直没有连起来的然后你看这个尾翼然后这里还镂空它其实还是为了制造很好的有它还是有扰流的功能啊这个好处是可以让车子的重心更贴服地面好那空气然后下压的这个力量其实电动车本来重心因为电池的关系对所以开电动车会有一种感受就是觉得特别稳那因为它电池是整个铺平在底盘好的上方好所以开电动车你刚刚开一小小灯已经有感觉对会觉得那个安全感很强很强吧对而且你平常都开电动车电动跑车对但是刚刚开那一小小段有点不过瘾那一定还要再多开一点、啊、但是在开之前运哥带你来这台车之所以觉得好看觉得它口碑很好我跟你讲那是因为它真的放诸各国大家审美都觉得我就被你吸引了你看它得这么多奖怎么样它得的奖
讲。年度家庭纯电 SUV 世界性能风云车，北美年度多功能车，车讯哦，风云奖年度风云奖最佳进口车，美国 JD Power 最具吸引力紧凑型 SUV。他今年2024年，他还拿到了美国厉害，厉害，消费者报告的最佳电动五人座 SUV。我觉得有一件事是在这上面我们看不到，可是它非常重要。好，在哪里呢？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好，因为说实话你还把东西藏在里面，怎么搞的？对，因为我这个电动车是400伏的时候，那我当然也觉得，如果可以买到800伏的，应该车主们会觉得我那个充电的时间更有效率，很快。您的车就是800伏，对对对，对不对？讲到这里，小安，我怕他听不懂，我们可以让他了解一下。现在要知道的是，电动车充电会不会很花时间？对，一般人对于电动车的感觉就是哇，等好久。喝酒哦，喝酒吗？对，听得懂喝酒、不是喝酒，是喝酒听得懂，是插电充电等很久，对。哦，对，不是喝酒，喝酒呢，把事把酒很久的屋内过啊，很久啊，很久跟喝酒，不太一样。但我们这一台不一样了，这一台不一样。我们来看一下，这是 U Power 他们自己做的测试。因为EV6 它其实当时官方给的数字是说，我从10%到80%，18分钟就可以充到。对，其实这个数字当时放出所有集聚里面，它是最快的，已经很快。对不对？像我开的车总再快也要25分钟。对，但是这是 U Power 实测嘛，他们当时13%充到80%，你看这个充电曲线，它真的一直都在高原期，维持一个高原期，对，它不会突然跳水式，所以平均可以有189，最大可以实现到238千瓦，官方给的数字是240千瓦，所以它是可以实现，然后他们实际这样充，真的花的时间是17分15秒，还不用到18分呢。因为你跟他说，只要充电5分钟，他其实就可以跑大概100公里。来，很难翻译，来。100km 的开始。这样懂吗？哇，厉害！5分钟，哇，咚咚。哦，哎，咚咚，可以开很久。命令呀，开很久，对对对，很厉害，很有动头。对。哇，这个很吸引人，很吸引人的吧？那因为来到展间嘛，我刚刚注意到外面都会有给车主的充电桩，我们来看一下规格。好，来来来来来，哦，好，现在有一个电动车的品牌，它肯定要设置充电桩。是是是。因为你刚刚对这个充电枪应该很熟悉，很熟悉，因为就三天两头都要使用。充电枪只要看到这个白的，就代表什么？比较高阶的水冷的，对对对，液冷的啦，就是液冷的充电界的劳斯莱斯啊，哎，可以这么说，因为大宝哥上次有分享说，原来这样一条线，然后配这个。可能要15000美金，对不对？而且很重要哦，一般女生要拿这个充电枪哦，很难一只手拿，因为都很重。那这个很轻，一只手就可以拿，来一只手哦，你看，可以可以可以。女生通常要两只手才有办法，所以我也都认这个规格去充电，可以可以。对对对对，你有办法拿充电枪跳应援舞吗？可以可以，当当当。那哦，好漂亮哦！对，你看都可以拿来跳舞了，就表示重量是 OK 的。哦，所以你看，就是 Kia 也配置到这样的，充电效能也很强，比较好。所以在里面喝杯星巴克咖啡，你只要几分钟的时间，对，100多公里就又可以上路，5分钟就100公里了。那你如果想要充到80%从零的话，那就。刚刚讲17分50秒左右，对不对？搞不好你一杯咖啡都还没喝完，没喝完呢，你的车就已经 stand by， 然后就可以去外面兜风。太好了，讲到兜风，你开启了关键字啊，刚刚那一小段距离哦，实在是让我无法跟他更进一步的培养感情，所以呢，希望呢利用这个机会呢，再开着 EV6， 好，我们就稍微开远一点。等一下，玉林哥，请问是只有你们两位吗？啊，尽量是这样。啊，我听懂了。我已经说在这附近帮你安排的最好的饭店。你去休息一下，来，我就不打扰了。OK， 谢谢你。好，不好意思啊。来，我们兜风去吧。好，我现在我们上车了。哎。
这个第一个感觉哈，就是这个车很安静。맞아요。电车的好处就是非常非常的安静，所以怕吵的人就很适合开电车。전기차의장점이소음이잘안들리는거많이对，但是有的爱开车的人，他们觉得没有声音呢，他不喜欢，他们想要享受那种激情啊啊那种声浪的感觉，对不对？这部车也可以。그래서그냥약간스포츠카나막이런약간좀어리고뭔가멋부리고싶은사람들이그런거좋아하는것같고제기준엔那我就是年纪小的弟弟，我等下会示范怎么让它声浪出来的那种感觉，因为它这部车有那个模拟声浪，就是说你可以针对你喜欢的声音，然后这边可以控制。对，有没有？可以啊，可以啊。声音出来了。哦。哦。所以呢，喜欢这种声浪感觉的人可以这样子控制。哦，小心。哦，小心。OK 的。然后再安静。安静、哦，安静了，哦、嗯，没声音了，哦，大声，哦，哦，好무서워，哦，그래도뭔가안정감이있다，对对，它的声音有点像那个星际战舰，对，太空船，就是啊、哦，那种，呜、哦，우주선，우주선，对，또없어요？那我跟你讲啊、哦。它不是怕冷吗？对不对？嗯，这个方向盘按下去呢，它方向盘会变热的哦。方向盘加热，따뜻해진다。嗯，对对，现在很热，所以不要。然后这个是座椅通风哦，通风哦。现在夏天很热，哦，시원한거。对对对，座椅通风。네저는따뜻한거좋아요。这是热的，热，你喜欢热？现在吗？哦，现在。啊，可是现在本来就很热。저는저는哦，超冷。저는여름에도뜨거운물로자고现在外面36度，但他竟然是用热的座椅模式，要盖棉被吗？睡觉？잘때도입잘때도입을무조건다벗고那好奇怪，对，好奇怪，为什么？你很奇怪，왜이상해？추위를많이타요추위很怕冷，嗯，那是玉林哥的体温很高，不然你试看看，你높아요，我的温度很高，嗯，我很热，哦，对不对？진짜，嗯，是热的。왜지嗯，所以我很适合跟你。哦。嗯。네번째플러팅이다。我老婆嫁给我只有一个原因，因为她很冷，我很热，她觉得我就是她的棉被。근데되게중요한데따뜻한사람좋아요몸에열받은사람好，这个车开起来真的非常舒服啊、哦！然后今天跟小安啊、非常的开心。最后，小安有什么话要说的吗？아오늘우선너무재미있었고사실제가차에관심이지금많아서겨울에조금차를사고싶었었는데오늘프로그램또같이하면서좀차에대해서많이알게돼가지고진짜좋은시간이었고또이렇게친절하게잘알려주셔가지고감사합니다他这几天回韩国的话呢，找个时间去考那个国际驾照，啊，然后下次来台湾的时候呢，就可以用国际驾照，然后开车在台湾逛街了。맞아요그래서제가바꿔오려고했었었는데못바꿔와서다음에는바꿔가지고제가꼭운전을해가지고보여드릴게요 OK 太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先告一段落谢谢安智轩谢谢谢谢 Thank you See you together forever 谢谢对，那种地球黄金线赖好友啊，你知道地球黄金线赖好友吗？真的吗？啊，黄金线赖好友？那你知道加入地球黄金线赖好友有机会可以得到 iPhone 15吗？真的假的？是真的，赶快拿起手机加入地球黄金线赖好友，参加答题挑战，就有机会获得 iPhone 15及汽车品牌周边好礼，同时获得独家及最新的汽车资讯。赶快加入地球黄金线赖好友的行列吧！来。